大蓬毛迷彩外套，它绿色的毛超好看，而且一样是很大一条。再来呢，妞妞现在这边有做缩口，其实如果你不想要缩口，想要宽松，你就把这个拉掉，就是不要再绑像我刚刚那样绑蝴蝶结，它就不会有一个缩口了。那其实这后面不是有一个小啾啾吗？在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这种哦，它就是有一个垂坠式的绳子在屁股这边，相信大家以前在专柜的或是在其他的品牌都有看过这样的设计，每个人都可以穿，搭军靴或是我这种休闲鞋、运动鞋通通都可以，保暖指数是够的，里面呢也都绝对可以再加衣服，有没有看到可以加针织衫。那它尺寸呢其实算是中码，所以 SML 的人都喜欢的粉丝都可以穿，毛那么大一片，然后毕竟它只能用两颗扣子去支撑它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有时候真的掉了可以动手稍微缝一下，包括妞妞也不例外啦。那漂亮的东西就是有点麻烦啦，有时候扣子掉啊毛掉啊，妞妞也都是亲手自己稍微缝个几针就好了，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动手，在拿到商品的时候，像我啦自己买外套我都会先缝好再穿，可能针数会比较少，那就像我讲的它毕竟要挂毛会比较重一点点，可能有时候会有扣子掉钩子掉的问题，那希望大家可以稍微跟妞妞一样动手哦，好不好？